哎呦，我好可怜哦！自从我回家以后，我爸还会偷在我水里面放浮水一样，还想偷对我下毒一样。这一桶，这一罐，这一罐，全都被放了。但我对我妈，我真的蛮失望的。恶心，恶心。泰国肉屁股刚又怎样？我帅啊，不好意思哦，羡慕吗？这一桶，这一罐，这一罐，在我房间里面所有的水瓶全都下，我直接把这些全扔了。喝下去的当下，我就觉得奇怪，怎么很苦一样。漱起来真的是苦的，呸，直接吐掉。然后后来也被我家里律师证实，我爸的确有做这件事情。我爸放浮水是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，请问这是对我好，还是什么？这叫下毒。我妈跟我爸，我妈太爱我，所以很常做一件冲动的事情，想要怪罪在其他人头上。我爸，我已经懒得跟他说话了，我对我家人很，我就失望了。下毒吗？有啊，但我已经破了，是靠自己，不是靠别人，不是靠我爸，不是靠我妈。泰国为了被下毒，这个我不好说，可能跟皇室的人有关系吧。怎么知道是被下蛊？因为在那个医院，一个现代化的医院，被一群像是现代巫医的人搞了。因为那些现代巫医跟泰国的警方一起合作，想要进行一场能量转换的实验，把我的能量转换到一个老头身上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好，冷静啊。回想起那个时候的经验，每次都很痛苦。我现在没有中邪，我现在那骨也已经破掉了，别再说我还有那个症状 ，OK？ 对我自己的行为很负责啊。我跟屋主道歉过，我被关在一个奇妙的病医院，差点被弄死，我还被关在一个奇妙的机构，六天还被绑在床上，每天过着像飞人的生活一样，还不够负责吗？父母帮我收尾，我从来没要求他们做这些事情，我一直叫他们说不要再这样子。结果呢？我们爱你啊，我们是爱你，所以才这样做啊。恶心，恶心。但我对我妈，我真的蛮失望的。爱我爱到好想吐哦。那是不是以后我都说我爱你们，然后做一些事情让你们很不舒服，这样住在家里变成妈宝，赶快出去赚钱。我家里本来就给我钱啊，怎么了吗？这我的资本啊，但我也会靠我自己赚钱啊。老实说，我家里的人也不喜欢给我很多钱，所以我得要靠我自己赚很多钱才可以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啊。我家里人爆抠的样，我可以离开家里啊，但我有家干嘛要离开家里啊？白痴哦，这还是我的家，我还是很爱我妈。失望跟爱是两回事，各位。我自己认真的生活，也没有干任何坏事，也没伤害人。对啊，我这个人没救了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看你才没救了。然后如果你们想怪罪，这些都是酸左抽胎啊，对又大麻才会这样子啊，哦，那你就继续当笨蛋啊。